年轻真好。年轻人也需要这个东西，我不是说我老了，我是说年轻人也需要这个东西。I can never be the same. Electric hearts. OK! 那么激动干嘛？很想看，很想看，没错。土地人要听师傅的话，知道吗？哇，真的好快滑啊，滑不了。哎，滑，你试一下。哎，太滑了，你试。我就是给，那你看这样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，哎，不是，你心里过得去吗？我都看得出来你心里过得去吗？何况是那么大的观众。这样看好了，新加全队的朋友就给，哦，哎，不行，说滑了，太滑了。那我认真，整个地球给你翻过来，我认真，对是吧？没错啊，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呢是 M Countdown， yeah。嗯，对，你多讲点话呀，不要让我一个人讲啊。你讲完了，我讲什么？没有，你可以多讲。对，我们的 WayZenNis 和 Hamadi。在期待我们后面的一系列的活动。对，这次感觉给大家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比较多这一次。没错。我就一眼瞄到那边，然后看到你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看你一个人在那里笑，然后我也想笑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？我们现在要去那个，有点早起床啊？对啊，是因为你早起床还去了下班，还有我这么一箱，然后一箱在外面，对啊，满设备啊，对对对，怎样？现在感受如何？真的是真的开心啊！真的开心啊！真的开心！快去！好，我跟萧俊今天合作的歌曲歌名叫做红豆，然后我们的组合名叫做冬天里的一把火。哇，你改了吗？春天里的一缕风。不许放我那么惨的表情一开始。因为这首歌比较惨。就今天是我们 Back to 最后一场吗？那昆仑你有什么感觉？我感觉非常好。那萧俊你有什么感觉呢？我真的很想知道你的感觉。什么？我真的很想知道你的感觉。我们两个的感觉都挺重要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先说会比较好一些。对，如果你的感觉先说出来的话，我感觉会更加的有层次感一点。那我感觉啊，真是这样吧，你快一点，我要睡觉。你随便碰一张牌，快碰啊！哦，这张牌对不对？好，把这张牌呢，你看放在这个地方，中间这张牌对不对？好，记住一下这张牌什么牌啊？记住没有？记住了吧？方块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给它插回到中间去，看好了，方块二，一个响指。你干嘛？但是是对，对不对？插错了方块二，对是对。
感觉你比我好看，你好看，因为我们叫平衡感，就是出来效果不要啊，让我看看你在看哪是不是旁边有人在拍照，然后你就看镜头是我还没习惯的感觉吗？在拍他的个人影像，你装什么可爱呀？哦，我现在发牌，你说停我就停啊，一百个个停。OK， 为什么？遇到这种人怎么办，公哥？然后你做一次。OK, let's go. 我们数完了多少张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可以啊！数一下，一二三四四。OK, 四张。我知道这张是什么。我也知道。你先看一下。OK, 你也知道这张是什么？哪有？哪有这样的观众啊？你知道吗？在魔术的行业里面，魔术行业的话叫做踩饭碗的。叫做奥克，知道吗？什么叫奥克呢？这就是奥克。小俊的优点呢？说实话呢，我跟他练习唱歌练习这么久了，真的，他的音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那种治愈。非常的温暖，谢谢。你看他平时讲话都觉得，谢谢。你干嘛 ？OK， 你看、就是、我嗓子就长这样子。对，就这种，其实就是嗓子是长在，就是长在内在，长在里面那种嗓子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说法真的。你干嘛？弄东西。弄西。咋了？我刚刚画了一下我的脑子浮现的画面。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的拍摄。画什么东西？哦，你的字真的没有我刚刚说很多遍，我不想因为字的美。看下面重点。这是什么？这你画的像一座山，上面有很多那种，有很多墓地的感觉。哇！你不觉得有点恐怖的气氛吗？没有。身材王，身材王，我坐下，坐下，我了，身材王，我了，身材王，你的，别，肯定，非常，真的 ，You wanna see？Yes，You wanna see？ 还没到 ，Yes， 不可能，哎，你看我现在手上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看那一二三，咻。520嘛，就是玩点这种小模式吧。来，送给你，玫瑰。真漂亮，这么漂亮的玫瑰，只有配你才漂亮。那给我们走。中年的还有贵的，我走了。然后现在是第二段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安静的那首进来的地方。我想唱这个。你想唱这个？对，就是安静进来。好，可以。对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。
自拍啊。啊，都拍完了，好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